哎，周颖，咱买点吧。哎，庄颖，净糕，嘿嘿，这是你最爱吃的，咱买点吧。我知道为什么你那么喜欢吃净糕，吃的是净糕，品的。 是你和我的日子。不想吃。你最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什么都吃不下去啊？没什么。来来来，看，四四六，大！哎呦！ 怎么了？哎，我得上趟茅房。这哪儿有啊？我找去呗。你往前逛逛，一会儿我追你。行。啊。 大夫，我不舒服，麻烦你帮我看看。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吃不下东西，时不时还想吐。哦，把手给我。伙计，栾药，哟，老耿啊！哎呦，白兄，你也来抓药？哎，是啊，我来抓点药。哎，你儿子不是在泾阳，仁寿堂的药又好又便宜，让他给你带过来呀。你不知道啊，仁寿堂都关门了。 那么大的药铺关门了啊！吴家东院都垮了，不会吧？吴家东院那么有钱，咋会垮呢？哎呦，怎么不可能垮呀？吴卫文都死了，你说那吴家东院能不垮吗？你说谁死了？就那吴家东院的吴卫文呐。